不会长大的猫咪的品种。不会长大的猫咪品种主要有以下几种。一、锈斑豹猫，最轻的锈斑豹猫仅 0.9 公斤，身上有着羞涩豹纹，可以说是野猫中最小的一个品种。二、新加坡猫，它的体重仅 1.8 至 2.7 公斤，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小的家猫品种，因常年生活于下水道中而得名。三、曼切堪猫，两只小短腿就是它最显著的特点，虽然身体略长，但体重仅 1.8 至 3.6 公斤，看起来非常的可爱软萌。